水，你看，它是一个潜水艇哎，好大个的。懂那一个啊人呢？那个人他坐在哪里吗？坐在里面。他坐在哪一个位？哦呀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扫地 ，OK。现在 ，OK。走，我们现在要进去。上个月。Yeah。超大的是吗？耶！你够。哇，这就是 submarine 里面。咦，你发现一个东西吗？上面还有两张床哎，看，我靠，哪里都能睡。哦，这边还有哎，这边都可以睡。这是飞弹发射的地方，臭臭的哦。这是他们的床，来，我们走进去，要爬上去，要看，哇，看不到。Yeah. 哇、欸、你看他们在里面很窄的，你看这是架那个什么的。那我们要怎么进去？我们不能进去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看。Oh my god.这里是什么？做东西的，来，我们看。太小了吧？很小哦。来，等一下，来，你在里面。哦，睡觉的地方。可是它是一个洗手的地方。这是 commanding officer 的房间，你看有多小。哇塞，就只有一个床位耶。看啊，他关门就没有了。来，我们进来。哇，还有一个洗手盆呢。哇靠，腰真的是太窄了。你看这房间有多小，就是这样而已耶。这是床，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，然后它应该是有一些橱啊，可以放东西。哇，超窄啊，这里。超窄。OK，Let's go。哦，这是厨房哎，这应该是厨房。哦，有一个客厅，我去，这个人吓到我了。类似客厅的地方，哇，也是超窄的。哦，来上铺子。哦，还有 bed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哎。我靠，有多少层 ？One, two, three。这里还有。层。哦，喂，这里还有。好，来明星。哦。买的，这也是 bed。两个，一个 bed。哦，哇！这里是又是一个厨房啊。
哦，这是煮饭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冲凉啊。这是消耗的地方哎。哦，马桶哎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 control room。哦。我那边一个人。上门，他在。我们可以去啊，它的里面参观。现在我们要去它的后面看一下，那个它有一个风扇。呀，来，我们过去看。哦，它的尾巴，那个什么风扇呢？整艘那个潜水艇超大了，超长超大，然后里面好窄哦。它的风扇。江雷啊，才第一个行程呢，走，我们去喝水。哎，前面。